位都知道啊，三不舍的话呢即将推出星象的四款皮肤，那么这四个皮肤分别对应四个神兽啊，他们就是朱雀、玄武、白虎、青龙。为什么没有麒麟呢？啊，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咱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这四款皮肤的一个特效究竟是什么样子。鄙人呢最喜欢的是青龙，各位觉得哪一个好看可以打在评论区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吧。 Where we go, I don't need, to a place where only we go.